笑的那刻已融入我心窝，晴空下的你我多快乐。曾约定的承诺像是一首情歌，在心底附和，微笑代替沉默，像绚烂的烟火，就这样遇见你，不知不觉靠近，融化掉了任性，不由得我说你好想对你有种感应，却不肯轻易相信，就这样遇见你，我充满了惊喜，整个在我记忆更有默契，在我生命学校里放烟花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想上天？我也是受害者，这不上当受骗了吗？他本来跟我说没事。这是重点吗？性质有区别吗？可能这造成的影响会小一点。小那么一点点？你知不知道这次你造成的影响有多恶劣？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凭借着篮球联赛能以二本的成绩进入滨海大学，你很骄傲很得意。我告诉你，升学文件上还需要我和校长的签字，学校给你记一次大过，你所有特招的资格全部取消。到时候不要说滨海大学，就是本市稍微好一点的大学，就你这成绩，你想想你能上得去吗？两天时间，10000字检查交给我。啊，10000字？这得一笔一画写到什么时候啊？啊，对对对，确实有点多啊，老师没考虑周全。这样，20000字，今天放学之前交给我。别，胡老师，不多，不多。您怎么还坐地起价呢？哎呀，现在还跟我玩上成语了。英语也会，英语是，seat floor price up。去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是不是啊？以为你说的这些，我作为你的英语老师，我应该感到很骄傲啊？能成为您的骄傲，是我的荣幸。走，给我出去！今天检查写不完，不要让我看见你。老师好。你好。哎，李老师，元旦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们班有准备什么节目吗？赶紧去学生处申报一下。我呢也正想跟学校领导们说一说，今年过年早，而且这马上就期末了，高三学生这学习压力太大了，而且过一阵我们班有很多学生要去参加艺考，所以这次节目办就算了。行，我看就这样吧。行啊，谢谢你，李老师。哎。刻意画的图，这次肯定没跑。图真画多，而且很细腻。你答应。但是呢，题没有算对。不可能。瑞哥，重大消息，今年元旦联欢晚会又要开始准备了。开始了，这算什么重大消息？哎，不，不是。我听老胡说，咱班今年学习任务重，不参加了。那不参加呗。哎，不对，这老胡怎么又不问我们，又帮我们做决定啊？离高考只有不到半年时间了，我们得专心学习。元旦晚会还是交给高一高二的同学吧。那不行啊，这次元旦晚会是咱们高三九班最后一次集体活动，难道大家不想留一个美好的回忆吗？哎，陈耳朵，你们这么积极，要不你们搞个活动啊？我们到时候给你们去应援打 call 啊！对呀，搞就搞啊，这有什么难的？对吧，瑞哥？咱让他们看看咱们的决心。川洛，先不提元旦晚会的事儿，你被老胡教训，就听说了这个？哎呀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小美说。老胡让我写检查，10000个字儿呢，这事儿只能你们帮我了。不帮。哎，小美说，我求求你了，小美说。你看看，
都是因为你，小梅叔叔帮你写检讨。要不是看着他还要用他的手腕打进滨海的份上，我才不帮他。就是，这么多人，就我们家小美叔对我好啊。哎哎，瑞哥，那个说起滨海大学，你那个播音主持准备怎么样了？你要不，给我们来一首你那个《再别康桥》。嗯，该点播节目了，这种危险的念头，劝你打住啊。不危险，我们听一下吧。我看是不能让你再跟陈二路玩了，你瞅瞅你被他带的。哎，你把话说清楚，什么叫我把他带的？谁带谁呀？就我男神这100米的速度，我这追都追不上呢。看你俩这样一唱一和的样子，不会就地拜把子吧？这主意我看行啊，但是你觉得？我觉得不好。行了，你俩就别说对口相声了。瑞哥，你看都练习这么久了，还没有展示过成果呢。要不今天看在人这么多的份上，你就把我们都当成那些评委试试看呗。嗯嗯嗯，对对对，我试试。是，我试试。再别康桥，徐志摩。轻轻的，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，我轻轻的挥手，作别西天的云彩。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哎呀，太突然了，我应该准备的。瑞哥，你平时大大咧咧的，怎么到关键场合还紧张了呢？哎，你在全校师生面前念检查的样子呢？不知道，就，哎，不对啊，我按你说应该是见过大场面的，是咋还紧张了呢？可能是舞台的经验比较缺乏吧。这舞台和念检查的讲台有什么区别吗？当然有了，不管是你平时念检查，还是号召大家做什么事情，其实都是你内心的声音，是真实的流露。我就说呢，我感觉我一要表演，我就不是我了。我说呢，刚才那再别康桥念的跟有人拿枪逼着你念。安静。其实，在舞台上，多少都是会有一些角色扮演的成分在的，而且你会对自己的表现还有观众的反应做出期待。哦，我就说嘛，我一想起那些台词啊什么的，我就紧张，我一紧张我就怕。哎呦，我说呢。人家小美叔不愧是从小就在舞台上长大，行家一张口就知有没。其实没关系的，还有2个月时间才到艺考呢，我们可以还有机会。哎呦，我天哪！元旦晚会是一个好机会，可以试一下。不过，元旦晚会的主持人已经定了，杨宇飞啊。南希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自己组个节目。不行，你到时候台下全是熟人，那丢人是真丢大发了。关键是没才艺，我们表演啥呀？没关系，我陪你一起。你陪我？对，还有我们呢，我们一起上。对，我们一起。可表演啥呀？唱歌、跳舞、诗朗诵，太没意思了吧？表演啥？真想参加，我有办法。诚意南下组合现在成立。什么破名字？难听，真丢人。吃饭去吧。角色也要自己把握。哇，你唱的太好了吧！这也有个问题，这样怎么上舞台啊？我总不能让你在台上清唱或者独唱吧？哎，我们在后面伴舞怎么样？要不我们可以人声合声，像阿克贝拉那种。你这也太看得起我们了，我们在你身后撑起三角铁差不多。哇。
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！哇，你追他！哇，好好看！哇，哇，这是什么？怎么用啊？听一下，这是我做的。这个哈，我觉得到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练好，那论我们的创意水平，我觉得我们赢定了。而且这个东西敲起来也不难，我们短时间之内肯定能练好。胡老师不是说了吗？我看你们能整出什么幺蛾子来。既然对我们有期许，那不能让他失望啊。就是。哎呀，你干嘛呢你？一大早这儿拍桌子瞪眼的，能耐了是不是啊？哎，元旦晚会都通知下来了，就在下周一晚上7点，在小礼堂。下周一。跨年那一天，没错，对，就那天。哎，那我们那天演完出一起去倒数怎么样？那我那天刚好。夏瑞，第二天早上我要跟爸爸妈妈去郊区旅游，所以可能得早点回去。我那天晚上也得去姥姥家。好吧，我还以为你们，算了。那天我爷爷奶奶要去参加婚礼。我只能一个人守寨了。没事儿，我们陪完家人就过来陪你，好不好？嗯。不过我们现在得考虑的是，离演出只剩一周了吧？嗯。我把我化成我，啊，滴答滴答滴答，哒滴答哒滴哒滴答。瑞哥，瑞哥，要不先停一下，咱们。再来一遍。不不不，瑞哥，这虽然喜剧节目也很有特点，但毕竟咱们不是啊。没错，挺好听的。我一会儿还有播音课，我先。快走。啊，快走。好。夏瑞。嗯。这个事情不着急，慢慢来。好，那交给你们。拜拜。加油加油！我是我把我，我把我，我在喧嚣城市之中。穿越过车水马龙，逆流着人潮汹涌。我不渴望能被谁懂，了解夏朝海域，海域气功化成我，我把我，我把我，我把我，我命运的美梦。干嘛？我马上不回去休息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今天晚上是学校一年一度的元旦晚会，今年咱们学习紧任务重，所以咱们班就没有节目，但是老师还是希望大家去现场看一看啊，放松一下。明天就是元旦假期了，老师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学生们新年快乐，下课，老师再见，拜拜。还成吗？咱们班节目排第几个了？哎，你是不是我们班的？就你不知道，第九个，第九个，老胡子可能不知道，这事可千万不能让老胡知道。瑞哥背着他干这么大动作，要的就是他当场蒙住的刺激。哎，同学们，同学们，同学们，有吃完饭的可以直接去占座了。这是咱们本学期最后一次元旦联欢晚会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震翻老胡，震翻陈华。震翻陈华！糟了糟了！啊，我演出用的木锤好像忘带了。你再仔细找找呢。天黑就要演了，应该是忘在家里了。没事，我家里这儿近，我回去。啊，我陪你去吧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回去。瑞哥，这是去哪儿去了？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夏瑞还是没接电话。啊？那怎么办啊？我找他去吧。你等等我，咱俩一起去。哎，你去哪儿？
马上就要到咱们的演出了，我们演不了啊。放心，有南希在，夏瑞不会有事的。诚意难下，这里没有夏瑞的心血，我们要好好完成演出，不要让夏瑞有遗憾，好吗？夏瑞，接电话呀！夏瑞，夏瑞，夏瑞，我进去了。夏瑞，夏瑞。先发烧了，我们去医院吧。别去医院，我不喜欢医院。你别去医院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不去医院了。感冒药在哪里？不知道。是吧？让我来。先吃点东西，然后把药给吃了。出去买的。出去买的。自己去了药店吗？我去的。药店人多吗？不多。不想喝。再吃两口。夏瑞的，你在我姐房间吗？我姐呢？睡了。哎呦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。怎么了？我先挂了，我得消化消化。哦。告诉我姐，我今天冒死熬夜祝她生日快乐。还有，我会告诉我妈的，让姐想想该怎么报答我。对了，南希，你要对我姐好点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坚持，不要放弃。
哇，小美叔刚才真是太爽了，你有没有听见他们为我欢呼的声音？有没有看见他们为我加油的身姿？我真的是太帅了、哎、好了好了好了，你最帅，唱歌最好听了啊。我们家小美叔唱歌也一样好。哎，瑞哥没事吧？嗯，发烧了，南希在陪他呢。嗯，那就行。你别走。奶茶好了，哦，谢谢，谢谢，不客气。挺好玩的，必须的。对不起，哦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衣服弄脏了，是不是给哥洗洗啊？哎，我看你是故意的吧？哪来的？放屁！兄弟们，说吧，干嘛了？他们，你们，他们怎么的？哎，警察叔叔，追追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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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是成华中学高三年级的教导主任，不要欺负我的学生。成华中学的老师嫌事儿管到校外来了啊！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我现在打电话报警，谁也别走。要不咱撤吧。你怎么了，小美叔？五颗星，得先报警啊！对对对对，报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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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，这边奶茶店附近有人打架，这四个人，您快点过来吧。好，谢谢。啊，哎，没事了没事。哎，小美叔，我没眼花吧？刚才那是胡叶老师吧？是在学校偷摸放礼花，然后私自参加元旦联欢晚会，这次打架又被人逮个正着。你说我不会是被开除了吧？哎，怎么可能？不会的。虽然老胡天天把开除挂在嘴边，可他也没有真正开除过人，就连处分也很少。哎，那是他们还没做到这份上吧？没事没事，没事。行吧，我信你的。我送你回家吧，小美叔。要不再待会儿吧。来，上马。没事的，我就站一会儿就好了，不用。哎，怎么还害羞看了呢？小时候又不是没背过。上来。谁害羞了？哎，小美叔。嗯。你可以多吃点，太轻了。我已经吃很多了。你这还叫多呀？你得像瑞哥那样没心没肺的吃，那才叫多。嗯，这话你当瑞哥面敢说吗？嗯，不过也不知道瑞哥怎么样了。哎，要不然咱们先去奶奶家吧。哎，不用吧，有南希在呢。南希，我有点不放心。你说他会照顾人吗？不会，就趁这个机会学呗，谁还没个第一次？可是他……哎，我说小美叔，你脑子这么伶俐，怎么今天这个迟钝了？我迟钝？对呀。南希和瑞哥之间的革命友情是不允许有第三者参与的，你不知道吗？看来你是在别人的事情上才不迟钝吧？啊？哦，哦，我意思是说，嗯，我迟钝。那小美叔，要不要来点速度？好呀。那你可要抓紧了。放开我！啊！
直接睡着了。南希呢？夏蕊，你醒了吗？嗯。我可以进来吗？可以。怎么样？好些了没有？嗯，好多了。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打开看一下。哇！哇！生日都忘了呢，怎么会忘记呢？夏蕊，18岁，生日快乐！瑞瑞，我们回来喽！来来来，开饭喽！哇，吃饱了饭，发发汗，好香！明年一年不生病，好嘞。你坐这干什么？人家是客人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坐坐坐。坐。哎呀，哎，老婆子，拿两瓶饮料。你有糖尿病，你不能喝。今天有客人来，我高兴。去拿去。怎么着？客人还没吃呢，你先下手了？嗯，还好。哎。哎呦，我们才走了2天，你就病了，老头子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就知道他离不开咱们。我已经发烧好了啊。南希啊，嗯，真得感谢你回来陪他，要不昨晚上你照顾他，要出大事了。爷爷，您别客气，我应该的。南希啊，昨天晚上没回家。爸爸妈妈担心了吧？我爸爸在国外，妈妈出差了，家里明天才有人呢。哎呦呦，十几岁的孩子怎么好一个人在家呀？以后家里要是没有人的话，就到奶奶这儿来住。我昨天也是一个人住的，晚上连个电话都不打。那你这些事儿这么偏心？哎，南希啊，今天你继续住我们家，等后天和他一块儿去学校，好不好？这家里住不开吧？住得开，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好，那就麻烦了啊。哎呀，麻烦什么呀？吃吃吃。南希，来。小美说，你爸你妈带你去哪儿去了？还是过年老三样呗，聚会、聊天、农家乐。本来还以为今年能有什么新花样呢，结果真的是期望越大，失望越大。啊？还不如咱四个一起过呢。哎，瑞哥的病没事了吧？你怎么不自己打电话问问呢？哎，我这不忘了吗？放心吧，瑞哥已经好了，南希照顾他了一个晚上。今天早上爷爷奶奶回去的时候，瑞哥已经能吃能喝能蹦能跳的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嗯。哎呀，我这个当老父亲的心呢，真是操碎了一地呀。就你还老父亲呢？那你怎么不打电话给老胡呀？关心关心他呀？哎呀，我还真给忘了，那我现在就打。没事儿，我出门的时候已经打了，不过老胡还是没有接。啊，那我们去找老胡去吧。你还知道老胡家住哪？有我长耳摩斯在，还有问不出来的地址吗？算了吧，老胡都这么大个人了，再说他那块也不是白练的，是不是？他应该没事，而且咱们已经报过警了。不下降了，不下降了，不下降。那咱们开学第一时间就去看他。嗯，对，我们要当面好好感谢一下老胡。
哎，小秘书，你说老胡现在正在家干什么呢？干嘛呢？他会不会一边吃着瓜子儿，一边看着电视，抠着臭脚丫子？太恶心了吧，长耳朵！哎，小秘书，我开玩笑的。老头子，啊，去把碗洗了。这碗早洗晚洗怕什么呢？我这歇会儿行不行？都吃撑着了。嘿，吃饱了饭不认大，要不我来吧。啊，那我先看电视去了。哎，老头子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你懂不懂啊？现在年轻人呐，就喜欢刷碗干活，对不对？你说怎么让小姑娘做事？不是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他俩就喜欢这样，但是挺恩爱的，其实。我知道。其实就是在套路我们洗碗。我也知道。拒绝呢？我喜欢洗碗。确定你洗？我喜欢洗碗。好，那你洗。啊。啊，哎哎！你先把碗放下，拿那个，对，起这个。哎呦！我来，少爷。哎呀，这个，我吃套给你吧。少爷呀，真的是少爷呀！你肯定是没有洗过碗吗？在家里，你去歇着吧，我来洗。啊，没事，这么多，够明年洗的了。推着单车的你，不用言语却感觉温馨。等下一个假期，等下一次旅行，等下个路口交给你一封信。毕业后的夏季，操场旁边的树洞的回忆，你是回忆里最美的风景。
迷失课桌上的水印，书本是我脸上的印记，老师的粉笔，我发站靠在墙壁，看着我偷笑是你眼睛。放学铃声总特别好听，明天还是同样的剧情，你戴着耳机，我推着单车等你，不用言语却感觉温馨。等下一个假期，等下一次旅行，等下个路口交给你一封信。毕业后的夏季，操场旁边的树洞里，保存着有你的回忆，是回忆里最美的风景。